健康。Thank you.
halfway and killed her.中信造船集团韩碧祥董事长韩董好，台湾大车队高雄分公司宋玉芳副理，副理你好，中华电信高雄营运处孙明元副总经理，孙副总你好，大力百货张明池副总经理。 高雄捷运股份有限公司杨月坤董事长杨董好，高雄市轮船股份有限公司黄淑美董事长杨董事长好，高雄港区土地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苏志勋总经理，与会贵宾相当多哈。接下来是大高雄市观光商圈总会刘。 刘坤福刘盟主，高雄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周文斌理事长，高雄市旅行商业同业工会郑雪玲副理事长，高雄市观光旅馆商业同业工会许家仲总干事。 高雄市民宿发展协会政迁任总干事，高雄市林雅区里长联谊主席林志田里长主席。接下来欢迎的是高雄市政府张家明副秘书长王启川副秘书长。 还有我们文化局王文翠局长、新闻局向冰河局长、青年局张怡礼局长、交通局张淑娟局长、运发局侯尊尧局长、公务局杨清富局长。 环保局张瑞文局长，海洋局黄丹福局长，教育局谢文斌局长，主机处李秋慧处长，研讨会蔡婉芬组委，国防局林荣荣局长，劳工局周登春局长，警察局林延田局长，施工处张彦军处长，消防局廖泰祥局长。 以上所亲爱的长官莅临。好，那随着我们两次的正想要发展进入到我们高雄港湾，那待会我们经过我们高雄市的大镇长、市长，还有我们小杨副总，还有我们的副总，也会一起来迎接大家。现在开入我就把时间交到我们的总经理。
主持人 Lisa。
因为我无查某囝吼，我拄仔看到小女生，那么就是你们的。好，那么把这个刚刚的时刻，再将刚刚的表演完之后呢，继续再把现场交给我们 Lisa。谢谢 Terry。那么现在呢，我们就是也请我们的市长还有 Wolfman 跟大家挥挥手好吗 ？Please wave to the audience。我们请市长跟 Wolfman 跟大家挥挥手。一起挥挥手。哇，非常的期待。那么谢谢 Terry。就如同 Terry 刚刚所提到的，高雄港湾经过了十年的产业转型，以及大家共同的努力之下，国际地标林立，那么就包含了港湾新地标、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以及结合港湾游戏与城市运输的高雄环状轻轨、高雄展览馆，以及我们国际观光门户的高雄港务旅运中心等。这一次呢，我们也再次由市府邀请黄色小鸭造访，也是让大家可以一起见证高雄的城市发展与蜕变。那么除了两只黄色小鸭将停靠在我们的爱河湾，在16号到18号的码头周边也会设置大型气模艺术品展场，有大型气垫、球池、旋转木马、小火车，打造了集结游戏空间与餐饮市集的期间限定码头乐园。要欢迎大家从今天，也就是1月27号到2月25号之间，把握机会走访高雄，亲自感受2024高雄港的独特魅力哦。接下来，在我们的现场还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演出，我们将欢迎到全台首个同时横跨棒球、篮球以及足球三个领域的啦啦队，让我们用掌声来欢迎向前微望 Winter 啦啦队的演出，掌声欢迎。You better follow me too.
欢迎 Terry 这边公播中年哈，刚刚好跟与会贵宾，欢迎的是高雄木工工厂发展协会陈秀琴理事长，理事长好。那么今天能够有这么棒的一个活动，让我们 大波浪再次回到高雄港，真的要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市政府，还有台湾港务公司，他们呢将高雄流行音乐中心、高雄港旅运中心的场域完整的连接起来了，才可以办理我们2024高雄 Wonderland 永乐冬日游乐园，将我们爱台湾打造成一个最幸福、最适合全家大小，不只是国内外的好朋友们，每家每户、大大小小、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大朋友小朋友，都可以一起来这边庆祝了哈。那么活动呢，也会从这个今天下午3点钟就会开始了，我们为期一直进行到2月25日呢、啊，有高达这个将近快到1个月的时间，那我们邀请线上的好朋友们，看到这边一定是相当的期待，迫不及待想要来到高雄这个最美丽的港湾爱河湾，一起来游玩一下，畅游冬日游乐园。我们都要好吃的、好玩的，还有性质的，还有这个小朋友绝对会非常疯狂的这个气垫床，还有这个球池啊，哦，这些跟我们都很兴奋，因为我们今天的男生啊，18岁、23岁，我的正巧了，我今天老婆回来，哦，我今天我今天要来看看，然后看到爸爸妈妈啊，我们呢就逛一下啊。现场也这么多的好朋友，赶快捕捉这个画面、哦、不管是你要上传 FB 啦、哦、上传 IG 啦，限动都给他 po 一下。你知道吗，在高雄港爱河湾拍照有一个好处，不管你在任何的时刻，不管你在早上、中午、傍晚、黄昏，拍出来的现实动态都是一幅幅美丽的名片啊。那当然呢、啊，我们高雄港也吸引了很多爱好这个摄影的摄影家来到这边拍摄，那也投稿。你曾经在国际上啊，阳明国际，让大家见证到我们高雄港的美好。那么吸引很多我们外国的朋友一同来这边一起来朝圣。好、Terry 再跟大家讲一次哈，从今天下午的3点整。我们所有场域相关的活动就会陆陆续续的开始，为期到2月25号，也就是元宵节啦哈。那欢迎大家召回来镜头，不只是赏灯，还有好吃，还有好玩的，好适合规年规啊，大大小小召回来这边镜头。好，那接下来哈，我们待会也会有我们接下来的长官会来到现场。那我们所有的朋友们，我们稍微稍待片刻一下，稍待片刻一下。那在所有场域旁边捕捉画面的朋友们，啊，提醒一下，哎、欸，爸爸妈妈，哎、欸，肩膀上有这小朋友，帮我们注意一下安全，好不好？好，注意一下安全。好，稍微呢，您往里面，帮 Terry 我往里面退个两步，往里面退个两步，哈，安那抓进来哦，啊，你们注意哦，啊，你摄影挡住啊，哈。
那么媒体朋友们、大哥朋友们，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的莅临啊！今天大家都来了，一起来见证这个具有纪念性的一刻啊！这个时刻把它捕捉下来。当然，为期到2月25号，为期到2月25号哈、每天从下午3点开始，而且晚上还有这个点灯的仪式，然后还有文化的市集，然后还有剧场的表演，每天都有不一样的演出。如果你想要了解详情的话，可以上网到我们的 FB 粉丝专页高雄古董网，上面都有详细的这个节目的资讯提供给大家。好，那你们在想说，我今天要来看哪一个剧团表演？我今天想要来听哪一个歌手唱歌？上网都查得到，都查得到。好，接下来哈、我们准备把我们的目光一致左后方，左后方，左后方，好，左后方。
Mr. Hoffman 议长，还有很多我们的委员、议员啊，各位先进、各位市民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十年在时间很快，我这几天看到大家都把十年前的照片 po 上去啊，那十年后啊，真的啊变得很不一样。尤其刚刚进来的时候，看到几位好朋友以前就是啊，十年前在那里。我们的活动期间给我们非常多的支持跟鼓励，所以也借由今天的这个机会，我们要来颁发感谢状。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要邀请到我们两位贵宾来到现场。首先呢，我们第一位要邀请到的是中信造船集团我们的韩碧祥董事长，掌声欢迎，有请董事长，有请上台。
哦。那么今天现场有非常多的好朋友，大家都希望可以把这个美好的画面给捕捉起来哦。好的，那么马上呢，我们就请现场各位长官及贵宾，我们请一起看向正中间，正中间的摄影机。Please look at the camera in the middle. Ready? In 3, 2, 1. 好，我们这一次带着大大的笑容哦。Please bring your biggest smile. Okay? Look at the camera in the middle. Ready? In 3, 2, 1.好的，再次我们比出二的手势好吗？好，我们比出月的手势，代表着我们的欢迎，欢迎所有的好朋友一起来到高雄，也代表着我们双倍的幸福，跟大家一起分享。好的，我们再一次做比出月的手势 ，Look at the camera in the middle, ready and 3, 2, 1, please wave to everyone， 我们对大家挥挥手，欢迎大家一起来到高雄，谢谢。谢谢我们所有的长官，也谢谢我们所有的贵宾，非常感谢，谢谢你们，有请回座。那么马上呢，我们也要有请我们的 Mr. Hoffman 留在我们的舞台上哦。